今天早上开的，这一朵哦，早上才开啊。这个是昨天，这朵是昨天照，这昨天开的，对的。这昨天是很新鲜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朵是今天的。这个可能，这朵是今天的。这个可能，哎，明天就看了。你看它多漂亮。这一朵可能明天就开了。不一样的哦，这个哈、哦，跟这个应该是一样的。看一下，看多美丽啊！对对对，这个要开了。嗯，花开花谢、嗯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吃完的那个高丽菜的那个最里面的那个包心啊，现在把它插在土里面，让它在慢慢的长大。你看哦，哎，这个是好像是网络学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白菜好可爱哦，好像那个故宫博物院那个翠玉白菜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拔萝卜了，很好玩呢，这个开心农场。